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时时常行菩萨道，时时常行菩萨经不起来听下嘴，而也不能说每次只来参加法会那就回家了，但是你没有改变，所以当然对我来讲很少人跟我讲话，因为我规天走来走去，但是跟我讲话了大部分是在义工啦，帮我你给我倒三天的，但是我发觉他们都没什么改变的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把佛法放在心里面，老是念佛，佛不是代表一尊佛，是所有佛，包括他过去怎么修行，现在怎么度众生，他跟我们说的经历是什么？那各位要不断的熏习，以后要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，而且不是用一世人，慈悲要用几百万岁，安住空性要用几百万岁，对啦。啊，为了要达到慈悲心，所以我们修观音仪轨。为了要思维空性，我们读诵经典思维。但是这个空性不是在那个时候有空性。你虽然看真济经典，打坐思维空性，但是这个空性是你面对了。即马有人甲你骂，即马医生讲你破病，即马你的囝跋倒。那这个时候用空性，养兵千日用在一时，当你的眼睛看到境界，当你的心接触到这个法，你内心有没有保持正念？所以佛教绝对不是咱一世人，你若要将佛经拢读完了，你一世人嘛读不完，就算你读完你也不一定了解意思，就算你了解意思你也没时间去做，所以很多人要去做念，我认为很好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知道世间苦啊，亚离这世间啊，贪嗔痴就会轮回啊，西方极乐世界，我都让咱开悟成佛啦，啊，你知影？那你得用这心态去讲做念，但是做念不是讲我咧念阿弥陀佛叫做做念，做念是你这个人行去引导，这个人呢甲别人无同款哈，安尼有气质安尼啦。面安尼笑笑啊，
真无那，因为啥啊？因为伊的心是阿弥陀佛的心，所以伊的相就阿弥陀佛的相，就是一种脱，就是脱离世俗的，轻飘飘的，很文雅，有一种气质。各位在请教见啊，气质。等于问你某讲，某诶，我今日参加一间观音法会，有气质无？你某讲你长脚长手，人家千手千眼，你拢无迄个气质，因为这个佛法没有进入你的心。所以我想，咱去讲做念，不是讲管，免钱就臭屁啊，爱钱就安尼怪怪，这个都不对。我代表阿弥陀佛的一个基因。所以各位请要紧啊，气质。我的师父给我强调，请杀你赶紧出家啊，不要让别人看到你世俗的形象，眼神、走路、皮肤、外表、讲话、写字，连睡觉你都要是一个修行人。这个只能靠老和尚盯我们了，讲我们了。佛经很简单，知识分子夸只能讲得要，但是你有没有那个气质？所以我想各位，你是一个修行的人，修我改，你现在皈依三宝啊，你做什么代志都没用自己的想法。嗯，有经怎么讲，阿弥陀佛怎么讲，因为我皈依三宝啊。你肯定修我改啊，那你做什么代志都没敢修过，都没被敢害，不爱敢骂，因为你修我改啊。你肯定修八关斋戒，不要一直在这个仪轨，好吧？各位仪轨才变成五分钟就好啊，五分钟就好啊。但是我给你修八关斋戒啊，我给你不爱睡啊，我给你按照这来的，不去听音乐，保持一个六念法，外以八支，内以六念，这样对吧？所以你再去爬起来念一遍八关斋戒仪轨十分钟，因为你已经熟了。但是在佛前得到戒体，然后规天就是这样，去上班去做事情，但是你让人家觉得说，欸，我今天跟你谈判讲生意，啊，你都没计较呢？为什么？我今天修八关斋，你真正找到时间，我今天计较都很好很嫩，我今天不贪卖料就好，你若明仔跟我讲，我就较定啊！我跟你讲，所以你受八关斋戒，我肯定清净无污染，你啊！啊，你若受菩萨戒，哎，无同啊咯，功德通大，是安怎？菩萨戒不是干啦，一世人不是干啦，今日是真未来者啊！对象呢，所有众生，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佛教、人鬼，拢是我爱的对象，我奉献慈悲的对象。叫做菩萨戒，我好啊！今嘛真侪地心文字啊，规工咧研究菩萨的经典。啊，那坐我边啊，该笑拢不爱笑安尼，较拍招呼嘛不爱插我啊。所以行啦，我读真侪册，卖甲我插。我咧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卖甲我插。我讲我坐你边啊，你无甲我念，你念嘛想听？你是要让我去极乐世界，不是？你要去极乐世界？不可以，我念十万声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连你跟他讲话，他也在念阿弥陀佛，很不尊敬。这个不对。念阿弥陀佛的人，我是显现阿弥陀佛的心，无量心，无量功，关怀你，替你倒茶，替你提物件，送到你门口，问候你有吃饱无，因为我在念阿弥陀佛。因为阿弥陀佛的念头在我的心，表现在我的行为，那叫做老实念佛。啊，你有听到无？麦克多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偷看人咧看我念。所以有一句话啊，念珠在你的心里面，念珠在你的心里面，阿弥陀佛在你的细胞里面。所以 ，Om Mani Padme Hum。每一个咒语都在我的细胞里面，我们的眼神、我们的声音、我们的外表，我们待人处事被欺负的时候，我依然在慈悲，那叫 Om Mani Padme Hum。 所以有这种悲心，
你挖了水，水嘛变甘露水。所以我想，当然我安尼讲啊，有些人可以体悟，有些人听不懂。但是佛法一点都不困难，因为有一个女居士问我说：“师父啊，学密宗很困难呢。师父，你有没有去学？”我说：“有，我有去日本接收什么什么唐密、东密、台密，我什么都收了。看的，藏密，我什么都去接了。天台宗、朝洞宗，那有的我拢去接罢了。啊，你有疑鬼不？念一下，疑鬼在我心。”我现在对你不错，你跟你笑，那就是疑鬼了。难道我要挂个天台宗、密宗、然后又分藏密、唐密、什么密，然后这不对。佛法，我们结光长老说，长老，你传天台宗给我，啊，那就 OK 啊，对啊，办个半天呢 ，OK 了，对啊，全部都给你了。长老说：“爸爸爱你的心一点都没少，佛陀爱我们的心也从没有少。经典是帮助你的心的，当然经典很重要，但是经典不是你的心。仪轨是帮助你修心的，但仪轨不是你的心。做一个天台中的人，那你要掌握在智者大师身上，智者大师。”那是十方诸佛乃至显现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显现，哪一个法不是智者大师的法？所以，但是你要表现在待人接物。那九光长老说，开老人院、办医院、办学校、关怀社会，这个叫天台宗。但是年轻人永远听不懂，我要去读止观，我要去读天台，然后大家都来比赛啊，所以我去参加天台论文。你这小子，你今天没有带论文来，论文在我心，我马上回答。人家都写了长篇大论，你没写过来。所以我想各位，我这样说啊，就像我常讲一个故事，有一个老的想去请四个徒弟啊，你没听过嘛，大徒弟说：“师父你看，我佛寺有扣大金嘛，赞！”第二个：“师父你看，我写遐尼济佛册，大家拢在看，赞！”第三个讲：“你看，师父我信徒遐尼济，赞！”跟师父讲：“最小的徒弟呢？哎，你无好了，你别哭，你做烟供啊，你。”还叫你走过花园看，小徒弟坐遐在哭，师父讲：“你哭啥物？”师父，那些蚂蚁好可怜哦。我在这边为他们皈依啊，那个老伯赛啊，因书跟破位的老伯赛感动，我有徒弟了，佛陀有徒弟了。各位要记住啊，所以我只是贪嗔痴，法只是讲我咧起誓，我咧写册，我信徒真济啊法执。所以有人我说海涛法师啊，我以前看你定咧写吼。啊！你今晚来无咧说，来无，啊无我来跟你讲话。这是表法，有法度保持正念。你若咧说，有法度帮助你保持正念。乃至呢，你若咧说，别人看了蛮欢喜。乃至你若咧说，佮有法度观想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啊，带众生苦啊，普度众生，这是个助缘。但是记住，那是要说你的心肝。甲舍利的嘴会讲好话，哄听；舍利的目睭有观世菩萨的目睭；舍利的身躯有观世菩萨的千手千眼。那这个叫入心了。所以各位有香港卡无？迄叫做入心啊，臭到内底去，洗袂好，生到天光嘛，搁臭臭。所以那我想各位要了解，但是千万不要在外国人面前来比说你在干嘛。因为这是西藏文化，可以，但文化不是佛法。那至少从文化了解佛法，哦，这是中国文化，阿弥陀佛，可以啊。但是重点，你在机场，你的眼神是什么？